我是铁道底下拍者瑞博，在108年2月15号，每次晚上18:04出发车是3294，进往屏东新口屏东的全程准备时间，每出关的那些配合的人都点不到几关注。各位3294，进往屏东新口屏东的全程准备时间，每出关的那些配合的人都点不到几关注。原谅，拜拜。各位3294的全程。如果没变的话，应该又是那个1500行程的156是加上 1A561 台湾东分在屏东彩绘优化改造8-20全程，要不然就是1571加15558-20全程，要么就是1566加1558双双对对2019台湾东分在屏东彩绘优化改造8-20全程，大部分都这样而已，要么就是1853加1854微笑全程，通常啊都这几组。不知道今天是我说的这四列的哪一组，我觉得应该是灯会，不知道是哪一组而已，就敬请期待哦。就相片跟完整都点不到几个面，然后等下3250进往屏东新口新左营的圈内也要进站了。我有动静了。3294进入屏东新口屏东的全程准备时间，美术馆站。有下面的话站都点的机关片，就这样，拜拜。600行程的，157加155，8-20要百行程的，这个只剩下面个包站，都点不到去干面，就这样，拜拜，老样子。有七千有五五八辆主运六百行，全的3294金融平台新港平台的全的准备已经实际没事，拜拜，就这样，拜拜。